下面请大家做这样一件事儿，大家所有的人都把我的程序拷到你机器上，然后共同测这一个版本，因为所有的客户端都应该是一个版本。你不要说一个是我写的，一个是你写的，中间还有点差别，那太麻烦了。你写的那个自己永远死不了，那这个太腻歪了，是吧？所以大家听我说，大家所有的人把我的程序拷到你机器上，咱们做一个集体性的公测，全部的都使用同一个版本，这是第一点。我要求这是第一点啊，你注意听，不要打乱这个规则，好吧？全部都使用同一个版本，这第一点。第二一点，把你的防火墙什么全都关掉。第三一点，当你连上来之后，没有我的命令，大家谁也不许开炮。你不然你上来之后，大家死对着50-50那个位置，叮了咣啷老跟那打，你谁也出不来了，就是不是啊？所以这个你一定遵守我的约定，好吧？没有我的命令，我一声令下，咱们再来互相对打。死掉之后绝对不允许再重新连接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死掉之后大家都知道，在 server 那边实际上是没有把你给去掉，不许再重新连接。这样的话你永远老连来连去的，对 server 端的压力呢也会非常的大，不利于我们做测试。大家听懂我这意思了吧？那你就动手开始做。